现在比赛是来自于微微队的黑体的冠军争夺战，左边是大能武狼，哇去打这个齐家社确实不会打了。这个齐家社黑皮号称是对吧国服第一真齐家社的玩家，他在最厉害的年代他的齐家社也是号称是第一真齐，无人能敌。大猛狼现在被牵制的死死的，对方跟他以血换血打法，哎我也不过去，有本事你过来，反正我占了便宜就往后跳，咬我呀咬我呀，哎呀呀呀真的咬啊，局面给他扭转过来，但是他的血量太少了，对方一个天地反弹没有了，一个地头啊。 OK 现在本场比赛来自于微微对战黑皮的对决，左边是微微，右边是黑皮。第一针齐家社给我们带来一个亮点，因为其实你们不觉得吗，整个晚上全部都是八神啊真克里斯大门也没有啥意思，来个真齐家社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上一种感一种体验。渣渣摁着渣渣朋友回家，这场对决来到了微微，又要被对方干掉八神了吗？八神跳压，对方飞地反击，又把微微关到了板边，怎么办？微微现在还有八门的翻盘机会，对方没有资源，但是对方有血，有普通金元，完了，微微，我多了。骂吧骂也掉不了几斤肉，那么现在这场对决微微又被对方泄封了，那么现在重拳猛的八字里直播出之后，微微现在非常尴尬了，对面还是接近两管血了。整龙扛头追加跳贼低，哇天哪太猛了这家伙，怎么办怎么办，现在微微又被对方给花拳反弹。